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, dear Zijun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你几岁？四岁。你满四岁要做什么事情？不知道。你满四岁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人？大岁的人。大岁的人，年纪大的小孩可以做什么事情？不知道。你最想做什么事情？玩。玩什么？玩玩具。只要有玩具就好了吗？对啊。那块粘到那个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你把它挖掉。不用。好，你看，这是什么蛋糕？这是什么蛋糕？草莓蛋糕。谁最喜欢草莓？哦，王子君最喜欢草莓啊。嗯。哇。可以吃蜡烛了。还没。他不用许愿望。许愿望来，许愿，请问你第一个愿望要做什么？不知道。你想要有很多的。遥控车。遥控车。嗯，第二个愿望呢？也是要遥控车，要赶快买到。还要赶快买到，那第三个愿望呢？要保留起来。要保留起来啊！你要保留起来，什么时候才用？明天。明天才用啊。好吗？好，希望你可以赶快长大。可以吹了吗？吹更多更多的大蜡烛，好不好？好。好不好？可以吹了吗？让人家平安健康，好不好？嗯。好，可以吹了吗？好，我们一起吹。吹。对，喏。生下来，是不是？可以吃一块饼干吗？